尊敬的战友们好，5月12号，你们健身了吗？哎呀，尊敬战友们好，5月12号啊，从昨天晚上啊简单的大直播2小时，到现在全球股市特别是比特币又大概多少个人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啊，啊不但如此啊，大家能看到从昨天到这个直播完到现在，更夸张的是国内的所谓的股票啊，腾讯呢、啊、茅台呀、啊、还有所谓的那几个保险公司啊房地产股啊，我的亲娘嘞，毛发弄了，这些人咋活下去，就纳闷了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比这再痛苦的，人活在人间看到一大堆的资产所谓的金钱啊，结果变成一大堆的债务，你想上天堂走不了，下地狱你去不成啊，是人钱在银行上不了天堂也入不了地狱，甚至连你家厨房你都去不了啊，这才是人间的悲哀呢，上厨房没吃的，喝汤喝酸是吧，下地狱不让你死，你死了你全家都死，你也不敢死，像马云一样，想上天堂你太便宜了是吧，你上天堂被你家人全给送地狱去，这是真正的可怕啊，钱在银行，钱在你的房地产上啊，一大堆房子上不了天堂入不了地狱进不了厨房，你说不相信呢，咱们坐着看，你说有本事别背诗和栓，管你大爷谁呢，谁都是唐栓。昨天有战友说，哎呀鸡哥，就在你说的时候我的比特币又赔空了，没办法是吧，还有人做梦的，这个世界上我觉得梦用梦来骗人的基本上比魔鬼还可怕啊！无论是希特勒还是当年的所谓的罗马时期的那几个大骗子是吧，都是骗子啊，骗子。然后昨天的直播很开心啊，乱聊乱聊啊，今刚刚的锻炼完，今天的敏感好多了，很多战友发来太多次鼻炎的了，太多告诉我办法了啊，哎呀我的妈，我就没法说了，什么招都有啊，就差了让我喝童子尿了，就让我喝童子尿了，特别特别感谢啊，关键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适应过程啊，这过程就会过去了，所有战友给我出的办法没有我不，我基本上都试过，所有战友给我能要都寄过，这么大的医疗团队全世界最好的医生都在曼哈顿呢是吧，那还担心啥呀啊，不要担心不要担心。那么香港现在的这个人道灾难我说啥了兄弟姐妹们啊，我说香港会比原来还坏，接下来会更坏啊，真的是香港还没开始呢，啊，香港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，啊，比这还会坏，啊，香港的今天啊，应该是大陆的前年了，是吧？接下来就更大的灾难啊，然后呢，现在国内的现在什么打土豪分田地，你配不配叫土豪？你有没有田地被分啊？不是打土豪分田地啊，现在是我跟你说抽筋剥八股，抽筋左骨要你的小命啊，哪那么简单呢是吧，玩匕首的出身，小飞刀啊，飞水吧，才别把玻璃给砸了。过去从小的时候，老听人家说，啊，我们这儿风光独好，
哎呀，这到今天才明白，新中国联邦真是全人类的风光独好啊！哎呀，我到今天，我不知道说多少遍了。我告诉战友们，爱家人，爱爹妈，爱老岳父，爱老岳母，爱兄弟，爱姐妹，爱你身边人。没人听啊，多少人听啊？这几天很多战友说，七哥，隔离期间，清零期间，唯一能帮的，也就是情人，还有亲人啦。啊，情人呐，是永远的，我觉得最好的，有背叛，但是真正有情的情人，不是利益的情人。是最可靠的神交啊，也不一定你们想那么差啊，神交的情人，精神上的情人啊，共同志同道合的情人啊，在关键时候是真的不一样啊，很少凤毛麟角。但是家人，很多战友感受到了，说七哥你说太对了，中国这个社会最重要的 DNA 就是家庭啊，现在感受到了，现在穷了啊，那些所谓的过去的富豪穷了，小二小三都不要他们了啊，不仅给他们戴绿帽子，还到处告他们要钱，威胁他们啊。不但如此啊，吃喝房啊都成了抢劫的对象。那这个时候乱世的时候，就是爹妈亲人不嫌乎你，兄弟姐妹不嫌乎你。所以平常时候我告诉大家，一个人活着，你连爹妈都不孝敬啊，你连兄弟姐妹家人都不疼，这个儿女啊，他不是你的工具，但是儿女他是你的骨肉，是吧？对他不要有更多的要求。当父母的，如果你没有本事保护儿女啊，养育儿女，你就不让他来到世界上。如果来到这个世界上了啊，你没有本事保护他啊，你没有本事去维护他啊，那就你远离他，远离他，让他独立，让他成长，啊！如果你还有一点人性，要竭尽全力去保护你的儿女，这是畜生都知道的常识。所以说，在国内上海、长春，啊，郑州是吧？北京是吧？广州、深圳，这么多战友说，在隔离期间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，家庭的力量。像这几天，什么比特币呀、狗币呀，还有币安呐、啊，是吧？茅台啊。什么恒大啊，是吧？微信呐、啊，阿里巴巴啊，什么平安啊，都赔得一塌糊涂的时候，发现唯有你可以的归处，就是你的亲人、家人，还有可信赖的情人，啊！爆料革命，新中国联邦的战友比亲人、比情人还要亲，还要真，你才配得上称爆料革命的战友。否则你早晚被出局。这就是新中国联邦的力量，比亲人还亲，比情人还忠诚啊。这个昨天没聊够，昨天的飞飞小嘴儿，就日本的艺妓把这染上，跳舞的时候好，特别漂亮。我今天早上运动的时候一直听咱们的歌啊，不是咱们这歌，我觉得唐平和威廉王咋这么厉害呢？越听咱的歌，我觉得越过瘾啊！就咱的歌，就是他就这个，你像那个《九灭中共》啊，哎呦我的妈，我就听不够，你说这玩意儿，哎，是靠你吐着梦，我听不够啊！你咋弄啊这玩意儿？还有《灭共的雪》，是吧？哎呀，沧海一声笑，咋这么好呢？你说我咋脸皮这么厚？咱就爱听他自己的歌，是吧？你我就一直在听，咋办呢，兄弟姐妹们？新中国联邦，在所有的看到七哥直播的和支持爆料革命的，还有在人类的最黑暗的2022年，会在黑暗中脱颖而出，像不像东方红的脱颖而出？你若不相信呢，咱们走着看。你若有本事，别背时喝栓。